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我们接着分享念力的秘密。我们看第一页当中有一段：真实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或是变动的。想要用意念影响物质，念头必须非常专注，而且动机强烈。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信息：真实，什么真实的？不生不灭，永恒不变，那是真实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连虚空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它有变化。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确实是这样的，只有法性是真实的。法性就是自性，也叫做真如，也叫做本性。它没有现象，它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呢，通通缘不到它存在。怎么样知道它存在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讲，这桩事情为证方知。在禅宗称它做明心见性，见到真实了。没有见性的人，永远见不到真实，真实讲不清楚，真实无法想象。佛经上常常用一句话说：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心行呢，就是我们的思想，你想不到。思想确实，它有极限，这个超越极限的，你想不到它。言语说不出。大乘经教里常常有这两句话，都是形容发心，真心。那么一切法相呢？那是作用。真实是本体。作用有现象，就是它有这三种现象，是科学家所说的。佛法也讲三种现象。阿赖耶的业相、转相、境界相。阿赖耶的转相也称之为见分，境界相呢也称为相分。阿赖耶的性相两分，比较容易能接触到的。
啊，因为它有相分，所以科学跟哲学能够研究它。啊，所以它是动的，波动的现象，就是流动或者是变动。那么这个能量非常之大啊，就是意识的能量，就是意念的念头的能量非常大。如果想呢，用意念影响物质，特异功能，能够将桌上的物质用意念去移动它，从桌子这边的搬到桌子这边。我们曾经看过这个表演，是真的，他就用这个方法。啊，怎样才能够产生这个效果呢？意念要非常注重，就想着想着，他想着他移动，他真的就会移动。动机也要非常强烈，啊，真有办法。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李老师也是很好的中医，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是古时候的，我记不得是哪个朝代，应该是明清。啊，有一位非常高明的医生，啊，有一次有个很严重的病人找到他，他给他诊断之后告诉他，你这个病没事情，啊，不要害怕，如果你这个病啊要长在这个大腿上啊，那你就要命了，你就活不成了。这个人听了之后啊，非常害怕，天天想着，哎，大腿不要有毛病，这个没有关系，天天想着。大概过了一个月，上面没有了，身体里都没有了，真的跑到大腿上来了。人家说，那他要要命了，别人就讲，你再去问问医生看。啊，既然他说的那个地方，也许他能治你。啊，他就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他：“恭喜你呀、啊，原来你在那个病在内入膏肓啊，药力达不到，现在转变用念力转变，把它转到这个地方来了，好用药了，就把它治好了。念力啊，哎，能够把。”在内脏很深的这个病毒转移到容易治的地方。那这个就是说，你看动机强烈，非常专注。那这个病人呢，还不是很高明啊，他医生啊，他就住啊。如果是非常专注，动机强烈，这个病就好了，没有了。能不能办到呢？能。我们在前几年看到中国大陆山西小院，不是一个，我听说有40多个。啊，这得是癌症。啊，医院放弃治疗，告诉他们，你们的寿命只有2-3个月。啊，那么这些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啊，既然寿命到了，不求活下去了，这个意念没有了。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天天念阿弥陀佛。啊，非常专注，动机强烈，在求生净土，在阿弥陀佛，病了。并不管他了，
不理他了，那也不照顾他了。过了两三个月，这病没有了，他感觉到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再去检查，真的没有了。所以这个医生就感到非常惊讶，你们用什么方法治疗的？说没有，什么方法没有？我们就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病自然没有了。这个例子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们把这些光碟送来给我看，我看了很欢喜，没想到现在科学的时候把这种事情证实了，什么个道理？意识的能量改变了物质环境。我们同修当中还有一个例子，这大家都知道的，东北的刘素云居士，10年前他得的是红斑狼疮，比癌症还严重。医生告诉他，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他学佛了，他对于生死不在乎。他也不害怕，不怕死。每一个时候刚刚学佛，听《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对这个非常有兴趣，也是非常专注，动机强烈。他听我讲经，听光盘，他说我听懂一句话。这一句话是我常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懂得这一句，所以他每天听经，听一个碟，那是我早年在台湾讲的《无量寿经》。大概一部《无量寿经》呢，是60多个小时就讲完了。他有这么一套光碟，每一天听一片就是1个小时，可这1个小时听10遍，也就是用10个小时听经，其实它就是1个小时的内容，重复。常识熏修嘛。除听光碟之外，他就念阿弥陀佛，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什么也不贪图，就是念佛听经，把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一心求生净土。这样听了几个月之后没事，活得好好的，再去检查没有了，红斑狼疮没有了。医生感觉到奇怪，问他，你用什么药治好的？什么方子治好的？他说没有，我用念佛，天天在家里听经念佛。医院的医生相信的奇迹。为什么相信他呢？这个人呢，一生没有说过妄语，老实人，实话实说，一生没打过妄语，不容易啊，难得了，所以每一个人都相信他的话，这个要使得
非常专注，动机强烈。他把他的病忘掉了，所以红疮这个病苦啊，他就自自然然恢复了原状，就是病毒没有了，啊，自然恢复原状，就是健康了。啊，现在到处讲经，请他的人很多，啊，60多岁了。他55岁开始学佛，65岁10年，10年如一日啊！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点都不夹杂啊！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效果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看到科学家这一段的报告啊，我们用得上啊。啊，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只要能做到，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用在修净土法门上，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佛在经上讲的话，真的没有妄语。祖师大德所说的也是真话。我们没念得好，没修得好，问题在自己，不在经典，不在祖师。我们自己没有真干嘛？你看真干的人效果卓著啊！啊，底下一段，告诉我们，心灵就是80的见分啊，显然是以某种方式与物质。物质是80的相分，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这个观念要有。这是正知正见。啊，心灵是精神呐，物质是肉体啊。啊，物质跟精神是一桩事情啊，不能离开呀。啊，这一个发现并不很远，是在90年代发现的。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他一生研究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桩事情他算搞清楚了，对于科学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啊！他说物质的基础是意念，物质根本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意念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就跟弥勒菩萨了跟我们讲的是完全相同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那个念是精神现象，意念是精神现象，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每一个念里头都有物质现象存在，而形皆有实，那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呢，都有受想行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现象啊，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体，决定分不开的
啊，这说这桩事情啊，啊，不可分的连接在一起，这都是最近发现的。啊，所以念头能够影响物质，啊，我们的念头能够影响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那身体为什么有病呢？我们的念头不善，产生病毒的细胞。啊，要知道啊，佛在经典上常常告诉我们呢，我们每个人呢，心里都有三毒啊，与生俱来的，那不是学来的。啊，生生世世都有，就是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这个东西很容易为外面的细菌感染。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断掉，不贪不嗔不痴，现在的话说，你的免疫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很多这些病菌啊，你不受感染，真的不是假的啊！啊，你有清净心，清净心不受感染；你有慈悲心，慈悲心能解毒。不要用药物啊！慈悲心能解毒啊！啊，我们续世今生跟很多众生结了恶缘呢，这冤亲债主啊，怎么样化解？慈悲能化解，清净慈悲能化解续世现前的冤亲债主，都能化解。啊，慈悲放光啊！啊，慈悲能够加持我们有缘的众生。啊，菩提心里头不能少慈悲也，少了慈悲没有菩提心啊！啊，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所以培养慈悲心，我们的意念能量就非常强大。啊，我揭露这个最后的一条，就说这。啊，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如实学。我们再看第二页，啊，第二页里面，我们都把它看看，念一念啊，这很难得的这信息，能量不停来回传递，产生一个异常巨大的能量场，科学家把它起的名字叫零点能量场，这个能量是非常大的啊。这个零点能量场似乎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真如本性，但零点是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才是零点。有一有二就不是的了。啊，我们的这个自信啊，确实是零点，所以科学跟哲学都找不到它，因为它是零。
怎样找到呢？我们的念头也变成灵，就找到了。所以佛教给我们，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就明心见性了。那怎么？我们归灵的，灵跟灵碰到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念头就不行，你就找不到。这个是难事啊，几个人能没有念头？我们看《了凡四训》当中有一段写道，了凡先生跟云谷禅师在栖霞山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不容易啊。云谷禅师很惊讶，这不是平常功夫啊，这相当深的定功啊。就向了凡先生请教，啊，你这3天3夜不起个念头很难得。云谷禅师可能一生都没见到啊。啊，了凡先生说出了，他是老实人，我没有功夫。为什么没有念头呢？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来，孔先生跟他排的一生流年，一点都不差。他是个读书人，每年参加考试，考哪一次考第几名，每一次去都完全跟他所说的一样。啊，每一个月的收入跟命里的排的也是一样，一点都不差。啊，20年来。既然是命里头排定的，我想也没用啊，不想了。所以他那个是属于无想定，不是禅定。禅定里头有境界，他没有境界，他什么？他是无明啊，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知道，这叫无明。云谷禅师听了就哈哈大笑啊，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怎么是凡夫呢？他不是禅定，定里头有慧，啊，有觉，它有作用，他这个不起作用。啊，属于无想定，啊，无想定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知道。无想定要真正修成，生四禅无想天。无想天佛法称它做外道天。啊，就是迷惑颠倒，没有智慧。啊，这是错误的。啊，禅定里就是有境界的。啊，叫念佛人，念佛三昧是禅定。念佛三昧里头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你在禅定当中，你能见到极乐世界，你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能见到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见到的一定跟《无量寿经》上讲的是一样的，就没错。啊，东晋，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慧远大师，
啊，他在庐山建了一个念佛堂，东宁念佛堂，就现在的东宁寺。啊，有123个同参道友，大家都喜欢念佛，就在一块聚集在一起念佛。啊，法愿在那个地方往生，以呼吸为戒，啊，他们不下山，123个人统统往生，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啊，员工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同伴们说，他是极乐世界，他见过三次，在定中见到的，见过三次，人家就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那个时候净土三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修净土只有一部无量寿经，这是最早翻译的，啊，所以他们只译这一部经，专修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见过三次极乐世界。啊，他今天又看到了，他第四次了，跟大家讲我要往生了。啊，往生的时候，佛来迎接他，他告诉大家，看到佛来迎接，而且还看到佛的身旁有好几有十几个是念佛堂比他早往生的，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他到极乐世界，这不是假的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学这两句话了，要专注，非常的专注啊，要有坚定信心，一丝毫不怀疑啊，这个能量场，科学家讲零点能量场，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讲的真如本性啊，诸法实相，它讲这个东西啊，但是他讲不清楚，佛法讲得透彻了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就是见到了，必须自己的心什么都没有，达到零，零是真心，真跟真相应，就见到了。有一个念头呢，那是叫妄心，妄心见不到真心，妄心可以见到阿赖耶，见不到真心啊，就妄心专注到极处还是妄心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一心专注去想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能够见到极乐世界。我们是用做极乐世界做一个跳板，到极乐世界了再向上提升一步，明心见性，在这个地方我们见不了心，我们没有把没有能力把自己阿赖耶识里面这一些习气种子清除掉啊，清除掉才是零点呢、啊、一样东西没有清除掉，那就不是零点呢、啊、
你还有二三在里头啊。啊，中国人讲三心二意，三心二意是佛语佛话。啊，三心说的是什么呢？阿赖耶、摩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呢，就是摩那跟意识。摩那叫一根，第六叫意识。啊，二意。啊，三心二意是妄心呢，不是真心。啊，放下三心二意，真心就现前了，你就见性了。啊，《法相》中里面讲，转八识，成四智，就见性了。啊，回归到零点，就见到能量场了，这个场非常非常大。啊，比虚空法界还大。这个第二段我们念念，这些粒子独自发出能量，小的难以想象，无法想象，证明了次原子物质与零点能量场的不断交换能量，移去零点能量场，所有的物质将会垮陷，就物质没有了。那这个能量场就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正是大乘佛法讲的真如自性。那如果没有它，什么都没有，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啊，一切现象是依它生起的，啊，所以它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没有阿赖耶就没有变化。啊，有阿赖妄心善变嘛，心在变，外头物质跟着变，就这么个道理。啊，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啊，是三变，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啊，第一个，这三种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就是此地讲的次原子物质与零点能量场不断交换能量，这就是周边法界。第二个现象就产生了作用了，这个叫畜生无尽，所有的变化都产生了。啊，第三个，这个现象啊，是含容空有。啊，这是讲它的量，无量啊，不是有量啊。含是包含，包含虚空。容是容纳。容纳万有，佛门常讲心包太虚啊，量周杀界，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的心量变得这么小，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啊，都要对立，这错误的，绝对是错误。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量都是跟虚空法界一样大，甚至于还超过。量大佛大了，
量小的人没福报啊！所以要能包容一切人，要能包容一切法啊！不要去分别，不要去计较啊！恢复你本来的心量啊！你本来的心量跟佛一样，佛的心量。就是能包太虚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佛的心量。我们自己的心量跟佛是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变成小心量，什么都要去斤斤计较，这错误了啊！斤斤计较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就变成三恶道啊。啊，四圣法界里头就不计较了，心量就可大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宇宙所有物质都与零点能量场互动，这就说明。法相永远不能够离开法性，法性能生能现，法相是所生所现啊，所生所现的法相，现在科学称它为现象。现象有三大类：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理现象。啊，心理现象就是意念。啊，全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人体的构造与天线呢有某些相似之处，是看不见的信息接收器，还是信号的发送者？这是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在宇宙里头。佛法讲法界啊，现在科学称为宇宙啊，都是一个意思。在宇宙里头啊，是个很小的点这个点永远存在。科学很早就发现，叫物质不灭。物质不灭，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第二个意思，更深一层的意思。我们的意念不灭。啊，物质不灭了，物质分散之后它又集合啊，我们晓得我们的人体啊，用科学的名词来说是原子电子组成的原子电子离开了，这身体就没有了，就好像这一座房子，啊，这座房子是钢筋、水泥、砖头、瓦块，啊，
按照图形把它拼凑摆成了，哦，房子出现了。啊，如果把它拆掉之后，是一堆建筑材料，所以它是房子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合起来才了。散掉之后，它就材料。人的身体也是一样，这些极微之微的原子电子，它不灭，它会跑到别的地方又组成了，又组成身体了。啊，所以。这物质的身体真的不是自己啊，我们身体的原子会跑到别人身上去啊，别人身上也会跑到我这儿来啊，真的不是啊。啊，那是什么是自己呢？那个念头是自己啊。可是念头有没有交流？有，念子虽念头虽然交流，自己还存在。我们一般人称它做灵魂啊，知道身体有生命，灵魂不生命，灵魂有没有？真有啊。实在讲，灵魂也是色受想行识，不过它那个色不是明显的物质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天眼可以看见。那佛菩萨更高明了，佛菩萨有法眼，有佛眼。有慧眼。啊，他们能看到我们凡夫看不到的东西。而且看得非常清楚，整个宇宙的真相，佛是无眼圆明呐！啊，太清楚了！啊，究竟是什么回事情？啊，他清楚。啊，所以，我们人体不断的把我们的信息往整个宇宙发送。所以整个宇宙说都能够收到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波动现象，我们的念头啊，跟我们身体的细胞它是振动才产生的，所以它也发出信息啊，它发出信息，我们这个细胞是健康的还是带有病毒的啊，它发这个啊，健康的信息发出去，好啊，能帮助宇宙啊，能帮助星球健康啊。病毒的不好啊，啊，放出去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病菌往外头放啊，啊，好像是瘟神一样啊，啊，把瘟疫病毒啊散放在外头啊。啊，那我们如果是碰到不善的念头怎么办？那很可怕，是负面的。啊，真的，多少这些信息发给我们，我们都收到了。啊，收到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不灵，是收到了，收到没有感觉。啊，这机器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呢？因为我们有烦恼，有习气。那也就是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那这机器不灵。啊，要极其集中，啊，而且要不断的发誓，我们才会感受到。啊，一般的时候我们无法感受，可是佛菩萨他们极为灵敏，极其微细的信息他都知道。
啊，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啊，无所不能就是他有能力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的时候就是有感，他就有应了，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很多同学都熟悉，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求佛菩萨，意念要单纯。啊，意念呢要集中。啊，我们的动机要纯正。啊，纯正是不是为名闻利养，不是为害一切众生。啊，这个念头就纯真，是如理如法了，端正心念呢。啊，这个力量就很强大。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要对自己负责任，而且知道会影响宇宙。啊，也许影响不在我们眼前，我们根本看不到，可能是另外一个星球。啊，这都是决定有可能的。啊，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不善的念头去影响别人，要用善的念头。最善的念头是念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啊，意念是一种频率，治疗念力就是一种高度有秩序的光，意念同样是高度和谐的。这一条是讲治病的，用意念来治病。啊，这个意念善的意念，啊，不是贪嗔痴慢疑的意念，不是怨恨恼怒烦的意念，也不是杀盗淫妄的意念。啊，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话，无能的意念、无常的意念、四维八德的意念是最好的意念。能不能治病？能。佛法教我们的意念是十善、五戒、六度、普贤菩萨十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正念啊，这个念头太好了。啊，希望我们发射这种念头，啊，传播这种念头，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众生里头包括的范围很大，啊，动物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植物也是众生，矿物也是众生，啊，虚空跟时间都是众缘和合而生。所以这个众生范围包括太大了，我们要用正念呢发出去，念念都是正念，没有邪念呢。啊，佛经上常常讲，今天科学给我们做证明啊，这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一个善念与遍法界虚空界的善念呢，就相应了。那与一切不善念头都不相应了。啊，这样能改变我们身心健康，能改善我们居住环境的美好。
啊，这就叫妇人居妇地，妇地妇人居。有妇的人心好，行好，啊，这是好心啊。我们讲四好啊，存心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四好啊。这种人有福报啊。这样的人居住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福地，福地福人居。啊，自己有福，也能影响别人。啊，周边的人都沾光啊！为什么？他也居在福地，厚德载福啊！哎，《易经》上说的。底下一条，人类意念可以影响植物、生物体，读得懂人类的心思意念，并会有所反应。就是蛋白、蛋黄都会与蛋壳互通信息。这是一个鸡蛋呢。即使生物体被切成几片，沟通也持续在进行。这个现象被证明了，叫全息的现象。一个物体被炸得粉碎，每一粒原尘，每一粒的微尘，它们还是在互通信息。整个宇宙，用现在的话，是个有机体。宇宙之间东西没有死东西啊，活活泼泼啊，我们地下的泥土啊，海边的沙滩啊，每一粒沙，每一粒泥土，它们都互通信息。有没有跟我们互通？有啊，我们也跟他互动。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些烦恼，把我们的灵性障碍掉了。否则的话，我们通通都清楚啊，都能了解。啊，这个宇宙多可爱！变法界、虚空界，万物都有灵明觉知。所以《华严经》上有一句话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还教佛修院，对这句话无法理解。啊，情是有情众生。我们就讲动物是成佛还能讲得通啊，无情是矿物、植物，它能成佛吗？这华严说它都能成佛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圆满种质，一切种质就叫成佛，就成佛。
那他怎么可能呢？这石头能成佛吗？《华严经》上说些，我们教佛学院经常很多老师在一起研究这问题啊，想不出来啊。那没法子，佛经上这么说了，只这么讲吧。今天科学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其实佛经上讲的那些，我们也天天讲，天天研究，就是没有体会到。那阿赖耶不就讲得很清楚吗？一念不绝而有无明，这阿赖耶出现了。阿赖耶一出现，它就有三个现象。这三个现象，今天科学家知道了。阿赖耶第一个现象，业相，也是动，它不是静止的，它是波动现象。科学家称这个为能量，能量是动的，不动能量不能产生。从能量呢就产生信息。科学家说信息，阿赖耶的转向。从阿赖耶的转向就产生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科学称为物质。你看三种现象。业相是自然现象。信息是心理现象。再产生物质现象。这三种现象发生了。那个时候确实我们没有读到贤首过世的还原观。还原观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了解什么三种周边呢？这个以前我们不知道啊。今天科学证明了。任何一个波动现象，它都周边法界，一动就周边法界，所以光速电磁波不能比呀。那是物理呀。这是信自信的。自信一动就周边法界。物理上这个物质的这个振动它比较慢。但是思想的波动快，比光比电快。我们想到太阳，心一想马上就到太阳了。可是太阳的光到我们这个地球还要8分多钟啊。这就是说我们的意念的速度比太阳比光啊快多了。所以这个意念确实是属于信德，属于自信的。他一动念，周边法界。那么人的意念可以影响物质。最近这个10年，我们做这个实验做成功了。我们在乡下种菜，种菜，我们就跟菜沟通，菜是植物，我们用爱心对它，用恭敬心对待它，它就长得特别好。不需要用农药化肥，我们用意念就灌溉它，
用爱心去灌溉他，他能接受到啊，他非常欢喜啊。我们在澳洲有个很大的菜园，种植的这各种品种很多，有二三十种，是个很有规模的大菜园。有一次，我们道场悟谦法师的比丘尼，他是常住在精舍，菜园就在精舍里头，他晚上做个梦，丝瓜托梦给他，告诉他，他说我已经太老了，你怎么还不来采？告诉他在什么位置上。到第二天呢，他奇怪怎么这么个梦。到第二天就照这个梦里头这丝瓜告诉的位置去看，真的找到了。找到确实太老了，不能吃了。所以就跟丝瓜讲丝瓜菩萨，你太老了，不能吃，让你再长一段时期。把你拿来做种子，真有这么回事情啊！树神托梦，这是最近今年的事情。我们的停车场有两棵枇杷树，当中有一棵死了，枯了。看样子就活不成了。树神来托梦，感恩我们在那里道场10年。他说他听了10年经，念了10年佛，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枇杷树神往生极乐世界，说我们这10年有成就啊，人没成就。这个枇杷树神成就了，人不如树神呐！非常值得我们启发了。我们当年这10年前埋下这个教堂，建立这个净宗学院，附近的房子我们都买下来做疗房、做宿舍。有一个宿舍房子太旧了，我们要把它拆掉，重建。重建，这个门口有4棵树，必须要砍掉。为什么？否则的话，卡车进不来。建筑材料不能进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砍树，树有树神，树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要去祭祀他，跟他诵经，请他搬家。3天之后，我们再砍树，让3天的时间。请他搬家，我们做了。3天之后，真去砍树了。到第4天、第5天的时候，这树神托梦，给我们道场这些年轻法师传递信息给他，说我们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他来不及搬家。他受了伤害，告诉我们，以后如果要砍树，
一个星期之前通知他。我们想想也有道理，澳洲人的动作都很缓慢，跟香港完全不一样，走路、说话、办事都是慢吞吞的。我们去的时候，商店早晨几点钟开门了？差不多11点。那晚上打烊关门什么时候啊？大概5点钟。澳洲人很会享受大自然，他对于赚钱不重视。他只要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不希望多赚钱。所以我住在城市布里斯班这个小城市，在澳洲算是大城市。澳洲是第三大的城市，人口大概100万。这个城市，公园有多少呢？有1000个公园。你要一天去玩一个公园，3年还没有玩完，你就晓得人家注重，非常重视户外生活。他土地大了，人少啊。我在那个地方买了一个房子，院子多大了，你们都无法想象。和中国70多亩，院子有这么大，从我院子外面用铁丝网围住的，这个铁丝网走一圈1个小时。里面可以做驾驶车的训练场啊，那么大的房，那么大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菜园就很大了，树木很多。重视大自然的生活。这个很有道理。人生在世要活得快乐，活得自在。每一天去为钱忙着辛苦啊，搞了一生，最后死了一文钱也带不去，一生白忙了。那个是真的没有智慧啊。真有智慧的人，就中国古人，只要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他就自在的不得了了，真的快乐啊。这是说明我们确实影响了植物。这些植物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也好善爱心待它，它就爱心回顾。我们的菜，我们种了也有20多种果木树，丰收啊！附近这些菜农到我这里来看我们的农场，我们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怎么会种得这么好？他们赶不上啊，都来问我们。我说我们是用阿弥陀佛佛号种出来的，我们的菜园都有念佛机，整个菜园里头念阿弥陀佛。用佛号种出来的。他们认为不可思议。果木也不需要照顾，菜园也如此。跟小鸟呢，我们爱它，它也爱我们。我们的菜园一定留上一块专门供小虫的。这虫要吃菜呀，专门到那去吃。不是留给他们，他们决定不侵犯。鸟也是，鸟吃水果，我们指定几棵树，上面挂上牌子，这是给你们鸟吃的。没有挂牌子，小鸟绝对不会去吃。
我们跟自然和睦相处啊，共存共荣啊，啊，我们照顾他，他照顾我们，啊，那个鸟就像家里养的一样，啊，早晚成群，啊，在树林里面，啊，与整个大自然、一切众生呢和睦相处，啊，真诚的爱心，啊，我们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也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底下这一条，发送意念者的每一种强烈情绪，啊，你的爱，你的恨，你的愤怒，都会导致接受意念者的强烈光释放。起不起作用？起作用。无论这个人距离你多远，啊，你爱他，他感受到；你恨他，他也感受到。啊，那什么样的人不能感受呢？烦恼习气重的人不能感受。啊，感受不到。啊，心地清净的人就很容易感受到。那么要是这些负面的，别人恨你，在咒你，那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用正念啊，中国古人所说的邪不胜正啊，我们用清净心慈悲心啊，用念佛的心是最好，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啊，你就决定不会受伤害。啊，这懂得保护啊。生物体可以与环境双向沟通。意念是一种光子波，植物接收到信号并受其影响，便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最近我们10年，啊，跟小动物，跟这些植物接触非常之多，啊，乃至蚊虫蚂蚁都有灵性的，啊，蚂蚁很多到那，它找东西吃了，啊，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么多蚂蚁，我们居住的环境要干净，它就不回来。啊，它没东西吃。那蚂蚁要吃东西，我们放在户外，放在院子里头。啊，它到那边去，就不会进房间里头来。真有灵性。那我澳洲的住处，房子不大，土地很大。啊，我们想盖一栋宿舍，有时候同修多可以接待。啊，盖了一栋房子在后面。啊，房子盖好了，我住进去了。新房子。第二天早晨起来，在洗手间里头全是蚂蚁。从哪来的不晓得，新房子啊。我都不能进去啊！啊，我在洗手间门口，合掌啊，请求蚂蚁菩萨。我说：“你们从哪里来？”
我不晓得，你们就从哪里去出去。半个小时之后，我要用洗手间。啊，我给你半个钟的时间，你们赶快出去。啊，我就出去念佛了。半个小时回来之后啊，洗手间一个蚂蚁都没有了，跟小动物很好相处啊。现在最不好相处是人了，跟人很难相处。啊，跟这小动物它真听话了。啊，我们爱它，我们尊敬它，它也爱我们，也尊敬我。这很相处很融洽了。这蚂蚁，我们照不照顾？照顾它，啊，它都要找东西吃嘛。我们吃剩下的东西的时候，给它放在院子里头。啊，距离蚂蚁窝不远的地方。啊，它要搬运也方便。啊，也省一点力气。啊，所以。一定要欢欢喜喜跟一切众生相处啊，知道一切众生呢皆有灵性啊，佛法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下面一条是意念的效力，是爱的完全展现，会让两个身体合而为一。啊，就是爱心呐！现在这一条。我们在对动物、对植物、对矿物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反而对人不行。人现在呀，出现了个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信心没有了，对自己都不相信，都没有信心。他能对别人生出信心吗？啊，信心，在中国古人讲，是德行的最低的底线。啊，信仰没有了，一切都完了。无常，是德行的标准。你看，仁、义、礼、智、信，底线是信。如果信心没有了，上面全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你有没有信心。啊，真信佛不容易啊！这话说的容易，做到太难。啊，对经典的教诲，对诸佛菩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个感应呢，就不可思议了。啊，学佛的人多，具足信心的人不多。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众善根。”啊，善根功德都是从信心当中生的。这没有信心怎么行呢？啊，这些德行信德是一切众生通通具足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自信本具的信德不能现前？这是教育问题。
我们从小没有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接受外国的科学教育，科学教育基本概念就是叫你怀疑，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从小就叫你不怀疑。你有信心。小孩对父母有信心，对大人有信心，对长辈有信心，从来不怀疑，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你看，从小念书《三字经》，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上学第一句话就是建立的信心了。一切众生本性本善了。教育如何去培养这个本善，让它不变质。培养这个本善，让它发扬光大。善待自己，诚身诚心，成佛成菩萨，这叫善待自己善待一切众生，这就发扬光大了。所以中国传统大乘佛法，英国汤恩比布斯说，能救先前的社会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预感，都会被心脏和脑部接受到。最让人惊讶的是，心脏竟比脑部更快接受预感。我们中国人讲预兆好事的预兆恶事的预兆都有预感这些预感我们的脑我们的心脏都能够很快接受到这真有，不是假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预兆，最重要的是冷静，不能够躁动。心要有主宰。我们来接受事实真相。善的固然好。要知道它有副作用，恶的虽然不好，我们如何能化解？借着这个缘分，让我们知道修养道德重要。深信因果重要。只要有智慧呀，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我们最好的增上缘。帮助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特别是不好的这个。这些信息这个灾难的这一类东西它特别强。有强烈的这个预感
一定要正经啊，念佛就好啊，行善好啊，帮助这个事情化解。动机是念力成功关键的要素，我们要想运用点念力。来改变自己，来改变环境，动机非常重要，动机一定要善。善是什么？要利益社会众生，这个动机就好。如果是自私自利，这动机不好。自私自利要伤害别人，这个动机就更坏，会赶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啊！人决定不能有害人心，人要能遵守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德行啊，念念能够舍己为人，这个东西好。大乘教里头啊，华严望经还原观讲四德啊，自信的四德，第四个待众生苦啊，这个是信德的圆满呐、啊，众生有苦有难的，我们来承担啊，来代替他受啊。啊，要给社会大众啊做好样子啊。啊，自己不怕辛苦。啊，不怕辛劳啊，劳累也不怕劳累。啊，尽心尽力去做，你越做身体越健康。越做心情越快乐啊，这就是生活在幸福之中啊。唯自私自利，那对自己有很大的伤害啊。正面的意念带有爱心或者是利他心的意念，往往能带来协调的心跳啊，带给我们的是欢喜啊，带给我们的是幸福。底下一条，这一条的时候，我是揭露了这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这是讲喇嘛，他们住在高山，单凭意念就可以把结冰的水呀烧开。这个意念产生那么大的能量。啊，能把水烧开啊！而且他们穿的衣服并不多，卧在冰天雪地之下，他身上是温暖的啊。他睡的那块地方的时候，你摸摸下面是热的，像火炕一样，用意念。极度的专注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发送意念最重要第一步骤都是进入一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啊！这是我们要学着用意念，意念一定是高度专注，
全心专注啊，像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自自然然的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佛菩萨跟我们同在呀，佛菩萨跟我们一体呀，啊，跟阿弥陀佛结合成一体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什么病痛也没有了，啊，科学家给我们所证明。啊，和谐有条理，都是意念。这下面是教给我们用意念的方法，从外在刺激出生，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向内专注。慈悲心让脑部要升到一种充满能量的高度感官觉知。慈悲心是爱心，没有条件的爱心，有这么大的能力，不但让你身心健康，而让你自智慧增长。这个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因为有障碍透不出来啊，慈悲心专注啊，你的障碍呀减少了啊，自信里头的般若智慧它就能显现，身心健康，智慧增长。禅修改变脑波形态，8个星期的练习就能让脑部快乐区得到活化，免疫机能变强啊，身体抵抗力增强啊，我们平常人这个脑部受杂念、妄念的干扰，所以它不清净的。那禅修是一种方法，让你的思维。想象条理化，秩序化，啊，还得集中，妄念少了，杂念少了。清净心慢慢现前了，啊，清净里头就有喜乐啊。在禅宗叫禅悦，啊，一般大乘叫法喜，啊，就生出来了。这个是快乐，他要不是快乐，人就不愿意干这种事情了，啊，坐在那里坐一天，
功夫好的做个两三天都不起来，他也不要吃也不要喝。啊，你看虚云老和尚念谱，老和尚坐禅常常坐到半个月，长着到一个月，那他不吃不睡。啊，没有饮食，也不喝水。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还告诉你的时候，好像入定没多久啊，几分钟啊。啊，自己不知不觉啊。啊，定中里面这个时间空间维次都没有了。啊，定中有境界。啊，这是都是改变我们的方法。啊，我们念佛不必用禅修，就是用念佛就可以。啊，念佛止境。啊，或者自己口里不要念，专门听听佛号。现在用念佛器，声音开小小的，啊，自己能听得见，听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跟着念，口里头不出声。啊，口也不必动，就是用心念，就能达到这个境界。啊，专制的心念显然可以扩大感官知觉能力的机制，这就是一般人讲神通。啊，感官我们眼耳鼻舌身都起作用。啊，在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一般人看不到东西，你看见；听不到东西，你能听到。啊，像前面讲的这些预感，你就特别明显。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几乎都能知道。啊，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呀，这都是事实真相啊。行识念力起初需要专注，急而就得交托出去，放下自己和结果。啊，这是他们做的，这个是很有道理。啊，我们一种专注的意念，啊，这个善念，发出去之后，就交托。啊，交托给谁呢？我们学佛的人，交托给佛菩萨。后面的结果不详，啊，今天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很多，我们以真诚慈悲，啊，将自己所修学的功德，将我们一切善行的福德啊，通通回向给他。啊，真诚的回向。这种回向可以达到等于他自己所修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我们发心真诚。啊，后面的结果，佛菩萨保佑他，佛菩萨加持他。真正能做得到啊。
啊，底下这一段很重要，负面的意念对身体有强烈的负面影响，病人或是有罪恶感、易怒或缺乏信心，这是现在很普遍的现象。啊，要知道，负面不仅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啊，我们恨一个人，痛恨这个人，那个人有没有受到影响？有，受多少？3分。自己受影响7分，不值得了。啊，我们用正面的爱心、慈悲心，就关怀一个人，他所得到的3分，自己得到的7分，你就想想，起心动念对自己多重要啊！啊，爱别人是真爱自己啊，帮助别人是真的帮助自己啊，成就别人是成就自己啊。这一定的道理啊，害人是先害自己啊，无论是个人是团体，乃至于一个国家，没有例外的啊。明白这个道理，起心动念决定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念头啊，这个负面是决定错误啊，决定不能有啊，有它真起作用。首先是自己伤害啊，所以佛菩萨决定没有一个问题，念念皆是善念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它是我们为人处事最好的榜样。下面这一段说，生物体归根究底是由电子之类的粒子构成，我们身体是的，这从物质现象啊，所以任何磁方向的激烈改变，这从理上讲应深深影响它们的生理过程。这是一定道理，所以磁场改变，我们心就不安啊，特别是一个强烈不善的磁场，我们要进入那个里面，就感觉到一身不舒服啊。很多人也有感触啊。如果这个磁场非常好，你一进入这里，就像好像有保护一样，啊，心里非常平安，非常安稳，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啊，我在过去亲近老师，对张家大师的磁场就特别有感觉。啊。让你生欢喜心，让你舍不得离开。啊，老师一句话不说，我愿意跟他坐在一起，坐上3-4个钟点呢，一点疲乏都没有。善心的磁场，慈悲心的磁场啊，啊，摄受人心。那诸佛菩萨的磁场，我们可以在经典里面去发掘，那个磁场好极了，一般人不知道。
你以真诚恭敬心去读经。印光大师说得好一份诚信得一份利益。我们就读经，如果没有真诚心，什么也得不到。不真诚就是恒恒厚的这个障碍把你跟他的这个磁场障碍住了，你得不到利益。十分诚敬心，你得十分利益；百分诚敬心，你得百分利益；万分诚敬心，你就得万分利益，那还得了吗？是经典不可思议。这个江本博士跟我认识之后，不排斥宗教了。以前他是科学家，不沾宗教的边。怕人家说他是迷信。跟我往来的时候，他这个关突破了。拿着佛经去做实验，水的反应接近非常之美。其他宗教的经典也都很美。我就跟他讲，你看宗教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你拿一本这个社会上色情杂志，或者是这个杀盗的这种杂志，你去让那个水接见给他看，他那个反应就非常难看。谁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所以他实验过了，佛号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大日如来，这个佛号去做实验，那个接近多美，多好看。这就说出了哪是正面的，哪是负面的，一定要搞清楚。希望我们这一生呢，永远住在正面。你就会非常幸福，非常快乐，非常的美满。自己要懂得取舍。行，外面这个电磁场会干扰我们的情绪，不但干扰情绪，还干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物质身体。地球的微幅磁场摆动，深深影响到身体、西脏、心脏、脑部。我们住在地球上，不能摆脱地球的磁场。磁场稍微有一点变动，我们就心就不安了，心慌意乱，这就受这种感。但是这个与修定有关系，定力越深，就不受干扰。我们用念阿弥陀佛修定。佛号真正能念得好的话，地球磁场变动，我不受干扰。别人心慌意乱，你心是定的。定就生智慧。知道怎么应付，怎么应对，这个很重要啊！心灵意念还带来实际的生理改变，用意念去发想，可以让人改变身体某些部分，以身体某些部分。有问题，有病痛，你用这些方法，可以让你的身体恢复，恢复的正常。
啊，底下一个，哎，想象哪里的皮肤已经恢复正常了，确实可以做得到啊！啊，记住前面的方法，一心专注，强烈的动机，效果就非常显著。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里。